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国战娱乐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们先看第一局。第一局的话，由玩家四的维度啊提供的素材，二六区玩家，主角的话老汉推车了解一下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起手的话，看看几号位置喽，二号位比较贴钱的啊，手里一张蓝牌，一张白银，那么以逸待劳的话，看看刷出什么牌来吧。上家挂一个盾，看一看主视角，那么起手啊就打算浪一波了，这个节奏其实比较快了。当然我们不推进啊，大家如果碰到老暗队就这么去浪，对吧？除非你运气比较好，否则的话还是看局势，默默的攒起装备，等到后期观察一下年龄，观察一下排队的走向，再去决定老汉推车的不怕时机。那你像这个时候，基本也就还剩下一张。这一个知己知彼可以呀、啊，先开排队，否则的话你治四方。果拆桥，如果把农民打下去的话掉血还有可能啊。那么最后知己知彼选择了重铸，对吧？通通给本小姐闪开，除非打走农民啊，吊起你这样仅有发挥的空间，否则你只能靠知己知彼再去啊刷排队。那么这再一个开启的话，直接再拿一桃，那么手里两桃啊，又有了这一个发挥的空间。那么最终粘土来了。那么像这里的话运气都算比较好，黏弩还在排队里面，你要是弩不在排队里面，在哪个人的手里，你可能就呵呵了，于此对吧？以至四方，所以尽量啊，虽然这一局哎，主角一看啊，大魏军团看来要鹿死我手了啊。那么刚才说到啊，这一个求稳的话，尽量还是观察黏弩的走向，不要像这种浪打啊。娱乐嘛，看的还是很爽的。主角继续，那么再来推农民这个点，那么后面的话基本倒一个我就能赚，我就能赚。那边曹丕又出了，不过刚才啊，主角这边有一个结阴没有提前用啊，最后再杀狗货，狗带一波秒点。杀一刀曹丕，太子大魏军团啊！我们逐个已经是最大的仁慈。再推曹丕的话，看看这一刀。那么主角手里这个时候呢，已经有一点点的啊断杀了。那么手里，如果实在不行，那我就只能选择再一次推进，刷新排队了、啊，刷新排队了。那么已经是继续满装备的状态下的话，以逸待劳，开出来有桃可以继续编，又有装备，以逸待劳又可以刷。那么现在整体排队里面的话，可能就是我们渐渐的要把一些闪啊什么牌洗到手中，对吧？让装备啊在排队里面去换。那么最终的话，粘土又再次回到手里。那这样的话，继续一波行动啊！一下打出了最后一位郭嘉，那么大魏军团啊，眼睁睁看着被我们凌迟处死，最后郭嘉也无可奈何。那么再推主视角到现在位置其实都没有用过结印啊，那么再推的话祝融走你走你还是个庞统啊，吉老四那么一看还野了一个啊，这个真是啊意外惊喜，南蛮入七，对吧？所以这一局啊整体，但是啊野心家这一局啊你是没有机会的啊，我们这个原谅我吧，最后还有一个小惊喜，嘿嘿啊，这个是六国军事啊，这军事演习呢就是六位陪跑哈、啊、六位陪跑。最后的话轻松走你、啊。这一局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，开局首亮啊，二号位撸全场，关键还是六位军事演习。结果呢这军事演习啊还没开始，主视角就来一个瓮中捉鳖啊，一波得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。第二局的话，由一区玩家 AQYZ4B 啊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有位有无，最后还是选择了黄盖丁凤。丁凤呢，这个是一骚二的一个强力菜刀，起手就有了弩，都不需要用脚气卡了。一杀一闪呢，对于防御而言的话，也不算特别差。那么某种情况下，这一个组合打法的话，还是那句话，囤到后期，黄盖过早出来的话，应该来说啊，容易打工，对吧？那么二号位南蛮都扔掉了，肥位还偏无，上家的话过河拆桥看一看啊，南蛮入侵这里应该是非队友，对吧？还有一点偏位的意思，那边炸出了郭嘉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赦。这个又是魏国军团啊，那么最后的话是恐龙啊，
搜索连环带一下，最后他就两张牌，其实还有一点点的啊。而主视角这个时候，其实娱乐嘛都是节奏比较快，这肯定不能按照我们这种啊稳打稳扎的打法。那么主视角这里就是看到了，很明显看到了两位出来，最后呢直接突一波。但是你要想想啊，你突完之后该打谁？除非暗将啊跳出来。那么主视角最后呢选择了控一下五号位这一个点，再来一扫二，也可取辱性命。众将官，短刀出鞘。最后的话，郭嘉走你。哎，夏侯惇还有的救啊！最后一刀了，最后的希望。那么五号没带走，郭嘉呢也没有。那这个时候注意，我们这一个放血啊，其实就是绑架其他人了，对吧？老子有年弩，这里你救还是不救？不救。郭嘉那么多牌直接拿到，而且五号位被翻面了，你怎么办？那么最后的话再来一扫二，七号位是救的，应该是对的，至少是飞位啊，至少是飞位。那么那边的话，主视角继续粘弩突突突，最后又来一杀，五谷丰登的强开，找了一张锦衣马。锦衣马后面的话，这边一扫二还是对吧？毕竟这边拿桃子啊来救了一下。哦，那最后呢是没有办法保了，那么还出了一个二张，这样的话可能是一个三无啊，三打二九杀，这一刀恐怕活不了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那么最后的话还好，二张状态比较好，还有一个队友。那最后也就是主视角啊，开局一波一撸三打残一个粘弩的。奋迅发短兵发挥啊，这已经打到这个阶段了，后面啊真的来说好带了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恐怕被就结束了。好，最后还有一个活捉八号位，勒布斯鲁再一控啊，孙奔，哎呦，哎这个奔驰组合呢把孙奔放到了副将啊，一般我们还是推荐啊，奔主慈父啊，请鞭笞我吧，恭谨，慈父啊，慈父般的啊。安详。那么这是第二局，第三局我们来看一下，由最初 TMO 提供的素材，是由一区玩家。那么主角有鼠有吴有权，最后呢，我们是啊兄弟齐心可断机啊，七号位。那么其实手牌防御很不错，杀无懈逃，对吧？应该来说正好针对三个 AOE、啊。这边的话，一号位直接开出万箭，我们可以标一个飞队友。农民的话求一个屯田，主视角无懈保一下。这边三血不卖的话，最后啊，当然这里啊直接强打跳出来了。主视角没有去救，八号位一逃吃起，最后曹仁曹洪越境之类的吧。对吧，越境在其他人那边，那么还是一刀九杀八号位，应该是娘了啊，应该是娘了，这个太惨了，太惨了，连动一波。开局的话魏国小优势，但是后面该何去何从还是有待商榷，特别是典韦这个点，看看主将吧。如果主将有一些郭嘉曹丕之类的啊，还行啊，还行。哎呦，许褚，那么大魏军团抱团起节奏。这是比看一下三号位的主将郭嘉乔，以逸待劳集体刷一波。屯田可充盈军资。乐兵，此乃驱虎吞狼之计，我六点啊都没拼赢，最后的话杀一刀三号位南蛮入侵打。五号孟哦哟，国家在这里。那么典韦的话主将会是啥呢？肯定不是曹丕了。那么现在好就好在没有曹丕的话，应该来说这一局啊还是稍微能够稍微啊松一口气，但是啊毕竟三比四啊，三打四还是有压力的。看看那边香香可以，真的不错啊，搜索连环一刀九火烧有没有，直接啊长枪出击把血带出，但这里感觉啊带不到人头吧。国家有酒，那没有办法了，农民看看可能还是能活的啊，可能还是能活的。那么这一刀九火啊，铁锁四位的话，应该来说很不错了啊。为我们这边啊要去带一波节奏的话，应该来说找一找状态。那么主角赶紧求觉醒状态，魂伤了解一下。最后的话，魂伤可以扒一下魏将啊，给香香的话，看一下那边白银啊，肯定是回血啊，果然有月景啊。刚才说错了，典韦那边不可能曹仁曹洪四血，那三一血，上面不好意思啊。
那么火攻再打一下，主人要这个时候、啊、直接跳出，还是给了香香去过牌。之后呢，一个火攻再走，决斗打典韦，主将甄姬了。还有一把粘弩啊，最后的话过筛桥，远交进攻，火攻再来。这一波人头到手之后的话，其实啊已经是奠定大局了啊，奠定大局了。手里这么多桃我们就不说了，阴阳寸断，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南蛮啊，直接他输送给二张去输出，这样的话，嘿嘿，一个暗将竟然是队友啊，队友啊，意外的一个小位哈、啊，最后是搞到最后啊，这个是无畏演习啊，无畏演习，不会东吴大帝哈、啊，一波秒场吧。下一局由二六区玩家冰帝天火啊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这边的话，五鼠都有，最后选了一个二张加孙笨啊，孙笨扎锤没有选，是月一加二爷也没有选啊，这个艺高人胆大，又是骚操作吗？主视角看一看，二号位比较靠前，但二张孙笨这么一个组合，说老实话哈、啊。没有太多的就是说啊配合还是优势对吧，只能说一般般吧。那边万箭齐发打出来，标一个非队友，三险不卖，标一个非位，然后雕虫小技、小诸葛看破、好，这边的话最后是开了一个 AOE 气雷九，徐晃跳出，又是魏国出来作妖，那么你有你的妖法，我自有我的魔道，对吧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乐不思蜀贴过拆。那么目前这一个小联动的话，冰凉寸断有一定的控场能力，但是感觉还是微乎有的时候还是微乎其微，毕竟这个时候大家都有牌，如果打到后期啊形成了这种空牌期对吧，空城期，可能啊虚晃的冰凉还是效果比较显著，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有点激烈，而且场上有一个小诸葛在，决斗索索连环，万箭齐发再骚一下，你可这一下的话是求觉醒还是直接闪掉、闪掉了哈，就这样吧，太极生凉，就这样吧，国家被捞起。那么最后的话是小诸葛没有啊，我们鸡老师没有机油啊，保驾护航还是不行的。那么主角这边还是紧闪啊，想拉一个防御，贝贝的话关心知天下大事，四排在排队里，那这样的话还有一排是给谁的呢，唯贤唯德还给下下八号人请休息。哦不是对啊，他给了自己啊，他是那个为人坦荡，看下手牌算什么，多摸一张牌啊，多摸一张牌，好吧。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，貂蝉玩杀蝉，努力活下去，主角一刀小玩杀没能带走哈、那么甲鱼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啊，调戏也好，灌食也好，还是有机会拿一个人头的，必是有死无生，最后送了我们队友一个鸟翔神技啊，带了一下甲鱼，这个就尴尬了。主角冰凉是冰中了，但是过河拆桥，拆一下老老板，最后决斗压锅架，下家救起啊，下家救起，这个时候就比较尴尬了，对吧？直接三位抱团，还好一张神冰凉哈，徐晃自家人哈、打水冲了龙王庙。萝卜叔叔在一乐中，哎呦呦呦，关键还拿到锦衣啊，那这肯定是砍我了吗喽？结气源断其粮，贼可没有杀，仿佛心若青云之蔽月。好，那么这一局打到这个阶段的话，应该来说魏国这一波三联动完全失去了行动啊、也就郭嘉稍微行动一下，其他几个人完全失去行动机会，还是比较可观的。最后贝贝呢也是挂上了朱雀铁锁，再送出去看看我们能不能拿到这个助攻呢，铁锁啊有一套，那么无懈可击，来铁锁再来，那这样的话九刀也好雷杀也好，注意老诸葛那边是砍不了的哈，不要这个时候犯低级错误，那么一刀九火八戏，至少大位崩掉了，贝贝人头也拿到手，曹老板的话孤军奋战有难度啊，那么武魂灯直接九给出去了，这个感觉应该拿九火攻吧，这个打的五号梦中杀人
刚才是这个方块九吗？若凌风之回血，这个打的有点问题啊。应该来说，当然铁锁肯定是啊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最终的话就这样。哀一世，故国安邦，须当如是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吴国局啊，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然后我们进入全雄。然后第一局的话，这边是由这一个哈、啊、大滴奶，你够不？哈哈，啊兄弟，这个是奶牛属性的，哎。那么主视角这边呢，大嘴加太后一票群雄，哎，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们还是比较开心的，因为是没有队友，那才是我们最佳状态啊，对吧？究极进化。一号位的话，智之笔看了一下八号位的他的手牌，真的，魏将吧，这么自信。小猪顺手一波，那么三号位那边的话，看看无中生有开起来，锁锁连环，无懈可击。火攻来一下，最后的话丈八挂起杀一刀。暂时的话，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你的计谋被识破，可能三号位也就打了一下一号位啊，火攻到二号位，这个感觉啊，会不会利用这个火攻装身份呢？不好讲。南蛮入侵，刚才有个毒条啊，眼睛瞟了一下，没注意看这边。南蛮入侵打一波的话，并忠贞之志，扎出了狗祸啊，司马。哦，夏侯吧。今夜天下知天下，不是夏侯，是那个张合。张合啊，那么场上的话，自然而然啊，这个时候，主将的话，大月亮啊，有一波作为啊，有一波作为。那么此时此刻，哎，主视角已经嘿嘿嘿。当然呢，都没有人求过逃啊。其实主要如果这个时候出来 A 的话是可以啊，毕竟你还有正奴殿后，对吧？这个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。所以大嘴太后啊，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不怕啊，撸不死你，我有太后补刀。怕就怕啊，到撸死队友，到时候一波气弹。那么这里的话，直接两头扔出去啊。怒斩君威，当然司马的话，当然这个扔桃啊，主要还是防司马的反馈，再来扔桃啊，再来扔桃。注意啊，主角留的是防御，输出牌。这样的话，哎呦，杀没了。最后还有一个杀，虽然是没了，但是最后还有一击啊。那么只要能带走，我们就有希望啊，有希望。那么后面的话就是，不出来我就毒，出来我也毒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一波关心没有货，等你。当然啊，场上这蜀将的话，小柱子副将有可能炸出了什么姬老师来，对吧？他直接跳出，我们的话送一刀，他不去涅槃啊，还是利用这一刀九杀要作为一下。之后呢，很不幸，哈哈，很不幸啊，这边炸到了队友，这个就该尴尬了。那么张合其实刚才是明的啊，对吧？主角来一刀正毒，他还敢出牌，这个不好意思。哎，他这个手牌啊，不出牌也不行，一般手里没防御啊。那么主角的话有一九，最后这边直接弓箭手准备放弃。当然啊，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决斗先带老朱子啊，因为你把那边打灭完之后，他有一步无懈啊，一步无懈还是比较蛋疼的。那么最后呢，八卦水货。最后单挑的话继续来毒粘弩扔出去，嘿，运气还不错，有桃。雕虫小技，你可识得此阵？太极生两仪，最后一毒，不能让皇啊！我的计谋竟被不保。可以啊，大嘴太后的优势就在于，对吧？我们大滴奶很够不？死吧！一罩杯啊，一罩杯，来吧，这一局就这样了。下一局是由一区玩家 Lose Way 提供的素材。这一局同样啊是一个大嘴太后的局。那么主视角一号位这个手呢其实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我们说过你打团之后有太后啊作为你坚强的后盾。全都去死吧！凌波微步，弓箭手准备放箭。
印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好，这一波乱击的话，直接啊打成了一个小残局，但是我们的阵图并没有打算这个时候酝酿啊。魏国呢这边开始进入了求逃，那么他一旦有了求逃的机会啊，我们的阵图可能就有发挥的空间了。然后会跳一个飞位，不善于千里袭人，欲火哎炸到了庞老啊，姬老师啊，嗯，姬老师的话还可以啊，南蛮入侵，骚一下，主要掉血，我攻九杀一刀，那么这样的话来一个逃有没有？哎。Nice， 那么正毒，其实主要正毒啊，暗来明去，这个是啊非常漂亮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直接攒到一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哎呦，这个就尴尬了，这里其实就尴尬了。那么主视角不敢去正毒，因为正毒磕起来，最后的话那边啊又是典韦啊，这个南蛮放的，只能说是明的有正毒在这边，你这个南蛮放。刚才正毒呢，由于啊狗会太紧密啊，肯定得下后院四血补齐。我们搜索连环，主角这里的话九杀一刀继续带，这一局啊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大嘴先撸，太后补刀。上一局还让其他人啊先输了一下，那最后的话这边啊张辽过一波之后呢，哎还是个不屈，不屈的话对冰凉还是比较伤的，最终的话直接三区不过岗，全都去死吧。大嘴太后啊两局还算啊比较一个经典的玩法，下一局就纯粹是一个后手优势了。这一局的话是由主视角小怪物智商一区玩家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大嘴加甲鱼。那么大嘴甲鱼啊，这一般因为有一个乱击前的话可能有一个乱舞的加成，对吧，如果再续上什么难万的话可能更加屌爆，但是三血续牌还是有难度的，可能还是要等残局。好，那么一号位这边呢，二张强手那样就坑大嘴，那么最后呢南蛮入侵打出来带我们一刀，这么一个开局应该来说还可以哈、啊。终极目标就是坑嘴啊，那么这一刀解锁直接打出场上感觉都没有位将啊，二号位这里打的武将群雄桃园街，这个桃园就让我们不开心了，对吧，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桃园，主视角应该来说这一局机会啊，看到这一个桃园啊就感觉有点悲伤。任贤使能无为而治。六号位弃牌呢这边啊还去给二丈啊送了装备。所以看了二号位那边的话非魏家。魏家也不是全无哈。我们看了六号位，六号位来到这里的话应该不是无将啊，是无将呢他应该不会打七号位那个二号位那个顶，很有可能是他队友啊，也不可能是我们队友吧，对吧，所以这里的主视角因为这种至少有一半不是你队友了，那么 A 起来雷公助我，那么这个时候碰到了教主，那我们这里应该来说啊，咱这只是一个万境啊开胃菜，嘿，然后再乱舞，这个乱舞呢有一九可以防御，其他人的话六号位七号位都能砍我们一刀，所以到时候这个九其实啊能够带一下的，哎，还好夏侯惇没有，但是月英这个时候还替我们杀夏侯惇呢，那你如果是成人之美主要再来乱击，当然他其实主要这个时候啊开乱舞，开乱舞嘛，应该来说你能明的开这个主将很好猜了，对吧，看谁也能抵住我这剑，那么最后的话就是剑阵先行了啊，运气好就是一波弹，运气不好的话射队友，那么最后三号位啊带走了这一局就放心了，没有姬老师最后的话留一个人头给教主去爽一爽，巨龙什么一龙巨龙好，这一局就这样，然后下一局，下一局由百度专区玩家乐寒离提供的素材。主视角这边的话有鼠有群啊，最后选了一个群雄，恐龙加邹氏。
那边上来就开五谷屋，那么主视角啊，男主女副对吧，男左女右，这个给一个调戏没问题。一号位的话直接开五谷屋，然后一大佬刷一下孤独甘霖啊，不是最强组合，接招吧，扒光一下看看修。那么万箭齐发，要这边的话就闪一个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这个万箭带了节奏啊。留得良田在，瞬间大魏军团啊起来了。起来之后的话，那三号位那边的话就给我翻过来来呗。你的牌太多了，洗这牌还不少。那么司马家给曹丕啊，这个翻面有点那个太低了。这翻面可能翻七号位啊，你这个时候翻什么甘宁对吧，还195级，这个钱呢跟等级啊不太行。明天应该来说一般会翻一个七号位，保证一个年动什么的。那边勒布斯瑞有司马看着，很难啊说不过。看我先登城头立下首功。而且相当于啊回合内给甘宁翻了个牌，多了一张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又出了 gay 哥，那么这一局感觉魏国啊还是要被压制的哈，要被压制。那么直接强上了郭嘉，最后呢继续卖血顺手被吴谢再来赴汤蹈火，继续苦吃我吧。公瑾关是来了，最后任我酒啊没能用来，直接砸一刀，这一刀砸下去不一定能收到啊，这俩人都没有出过逃对吧。那么最后逃火攻不一定能死啊，感觉这边还有的，下次注意点。就这样吧嘿，最后来勒布斯说也没什么用啊，所以这边没有必要救了。到年底了，有难度啊。最后勒布斯说天过，那你说啊，你看啊，黄盖的话就是说刚才啊没有九杀，但是不知道他冠师傅啥时候有。你的计谋被识破，我才瞧这样的话他啊可能要被迫啊，就还有一个曹老板休叫天下人负我，击鼓于此曹丕放逐啊，一定要利用起来，如果这里都不卖的话就只能开机了。还好这个时候还知道去利用一下。那么此时此刻啊感觉这一局对吧，你一个孔农一个邹氏能有啥机会呢，但是大家稍安勿躁，那我们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。郭柴桥那边小诸葛最终一搏啊，杀一刀甘宁。那么像刚才啊郭嘉和徐晃有两刀压了一下二号位被翻面的，其实那个点啊反而不着急啊，反而不着急。那你像他们如果选择，你像这冰娘也冰的不对啊，计谋被识破，不对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啊，有一个不好意思啊。那么主持人怨气就是贼溜，这个时候啊直接来了粘土。那么黄盖刚才那一波的话应该来说啊耗尽了大卫的桃子，这个时候就给主视角形成了机会。那么主视角过个拆桥拆一下郭嘉，基本凉凉啊。难道真除了银饰，那么最后的话还有桃哈，还有桃。那像这边的话然后最后狙击农民，哎还能带一刀啊。那么主角一个神来 AK 啊，神来之笔，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 AK 对吧，你并没有其他的，就是说我们啊这个刚才祸水有发挥什么的并没有啊，并没有，就是强路。主要这个翻的这个不把他那个屯田给翻掉对吧。不过最后啊这边七号位啊这一个点突然出了一个小月亮啊，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那么主角的话也没有去救暗将，臣不知君啊。但是最后呢这边啊其实罢了，其实这边啊最后我们硬打的话应该来说打不过，但是对面占优的啊，对面占优。当然你说啊这个你有一个清晨，但是你装备得多，然后能够压一下他的八卦还可以，但是人家你看这个时候状态这么好，所以的话这一局啊能赢就是随便看一看吧。主要是粘土哈，主要是粘土，刚才人家看到我们粘土一波突突突啊，一波突突突。好，蜀将既然这么客气，我们就来看看蜀将局。那这一局有四五区玩家，且听风吟于心啊提供的素材，主角的话小月亮对吧，既然这么客气，那我们自己就爽一爽。
主角身处五号位上来的话，大嘴秀一波最强核心，对吧？死吧！这样的话，主视角自然要无限一个跳出，然后拿八卦来挡了。五号，当然司马在这边啊，先行一步，带一个节奏啊，可以的。火光烧司马，火光的话，注意点，下次注意点，我们再来。进退有据。不成一时之勇。大嘴这个其实啊，这个整场上没带多少输出下来，对吧？也就哪儿啊？司马和八号位曹老板是这个这一局小打工，小打工，你们吃我一击，金刚决斗，然后最后的话，这边啊炸出了帷幕。晚沙尘可以有，那么肯定要调戏一个。狂妄是需要代价的。曼武的话，那司马是贵了，但是这边啊，甲鱼收不到人头啊，德里估计是没杀，尴尬啊。难道真的是天命难违？失礼了。那么主视角手里三张 A O E 啊，我们的积分。哼哼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其实。无中生有，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火攻烧一波脏霸，又是人头到手。那么这一个，轻松一带。后面当然啊，我们主视角手里还有 A O E， 锁锁连环继续来。当然我们没有那一个，只有火攻了哈，只有火攻，没有说啊，像前几局，什么酒火骚包一波，只能说火攻啊，小带一下。给我翻过来！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死罪可燃烧吧！那边说不会玩这个。按照道理呢，一般而言啊，有曹丕在，我们可能啊，就是说，主视角这样打，其实这有两个点。先打曹丕，就是说啊，你打完离点之后，他你自己手里的输出啊，可能不够打曹丕的，啊，反而到时候曹丕可能被直接一波，被曹丕反过来直接一波。那么这是先带他的理由。那么先带离点，也就是说，怕曹丕啊，像刚才那种，对吧？跟他刷牌，这种你也是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主角还是选择先打曹丕。有的时候啊，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啊，尽量不打曹丕，那就是说大国抱团，对吧？曹丕在对面。你的计谋被识破，这个不一样的。这一局主要还是一个小博弈吧，问题不算特别的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里宁夏大桥没有什么太大，主要还是主角啊，这个三锦囊起爆啊还是比较溜的。所以跟老公啊，这个对吧，天人合一，恩恩爱爱，对吧？床上的那些故事啊，那些年。那么这一下的话，就跟我们就呵呵，丞相要出征啊，张飞留守帐中哈、啊。结果呢，我们他留守到了乐英的帐中，这就不对了。军人，口诀组合：丞相不在家，一号位藤甲挂起，二号位加一。那么三号位看一看啊，这边是直接朱雀，没有大动作。哎，又是嘴哥。所以啊，我们说这个录像啊，三十斗大嘴独占八斗。弓箭手准备放箭。嘴哥，不愧是这个全村第一人。那这边的话又是闻鸡儿而起舞，那鸡儿一动就起舞，对吧？这就是大嘴。旁边啊有闻鸡儿，闻鸡儿一动。好，那么嘴哥的话，这一局应该来说是一个大师的打工了。场上的话又是甘宁出来，但是甘宁啊，像这种八卦，其实自己可以稳一稳，为啥非得打工呢？这有点太厉害。为贤为德。好，最后的话，队友这一步啊，打算我们就不说了。这你乐音发挥不了，那就是热狗了。怎能啊，对吧？看到老公在这边啊，莅临指导了，吓得我们大飞哥都不敢出门了，对吧？只要出来那绿一波了。江东子弟何惧？那么主视角先来啊，锦囊输出一下，还有一个一代劳可以刷。我先走一步。
南蛮入侵。这里的话压老朱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主要还是带人头。带人头呢最后有九火啊，有九火。来吧，先压一刀甲鱼，最后的话跳出来。张飞在此，调甲鱼再说。那我的时辰，然后最后的话一刀九火，飞哥痛不痛快？对吧？你大夏的基业我来继承。老天不助我袁家。最后断肠啊，这个断肠已经大势已去了，对吧？你断月英也好，断那个膝盖，断我们的张飞也好。啊，这一局由这个水若爱提供的素材啊。来看一下下一局，下一局的话，对吧？刚才是丞相不在家，那么总该风水轮流战，对吧？张飞也在这样。张飞也在家，基友也在家，这反正啊，哎，丞相要帽子戏法，嘿嘿，绿帽子戏法，大汉朝新定的绿帽子王。那么主角这边连环月的话，自然而然哈，有了基友，技术活不一样，活不一样，享受的喜悦那也是另外一种感觉。那么又是嘴哥，哈哈，又是嘴哥，无孔不入，哼，这是鼠大嘴。大嘴窜入剑阁，又是大嘴甲鱼先出一波。弓箭手，天下本无难事。我幺七幺啊，大嘴的这个 ID 是剑之真啊，这是为了配合大嘴嘛？我们就是打的简单，打的真诚，对吧？不像你们囤来囤去。好，那么大嘴的话，第一炮打响，打响了大弓的第一炮。我们再来看吧。下次注意点，夫君啊，对吧？来小调戏一下。不过呢，这一下残局继承嘛，后面的故事那就是啊，我们月英的故事，对吧？基友的故事，来吧。万箭那个启发，取之不绝。再打一波啊！六号位先收。保国杀敌，这个没有办法，碰到大嘴的话，离主苟活啊！敢动不敢动，不敢动。匆匆连起来吧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，锁锁连环再刷牌，九火骚又是小铁锁，姬老师无数不是啊，真的是天命无时无刻啊，不再给大家啊上这个课，生怕大家生疏了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边啊再带一个随侍人头走你。难以苟全于乱世之中，琉璃最后呢这边啊差一丢，差一丢的话竟然是 1v2 的一个局面啊。当然这个 1v2 呢其实还有点难，有点悬念啊，有点悬念，因为有大乔有勒布斯鲁在，对吧？人家他女盟的是直接啊想输出，来乐众，乐众主角的话被压到一血之后呢，羽毛，难受啊！月英，上手拿了我们手牌，他手里啊，这还多事啊！赶紧磕个桃呗。一代劳，他也不回转，最后一个勒布斯鲁来，这个看住了，他们就有希望了。结果呢，最后不好意思，没看住啊，没看住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最终的话，那就这样了，一刀，不过也就一刀。顺手粘土丢了，雌雄，最后啊，其实这边赢的比较艰险啊，杀一刀就是要打桥。结果呢，保存自己，坑队友，主视角一逃磕起，加一挂起，至少保证啊，他砍我不到，对吧？然后就看命了，哈，你要是国色能够啊，一直摸到。攒起自己的优势算你的啊！你要是没有，那么只能说，或者说天过的话，那你就尴尬了。来，神智泉涌，取之不绝。运气好真的没办法，确实啊，欧洲人就是欧洲人啊。
那五谷分呢，这个时候可以考虑，没有考虑开啊。最后的话他这里缺货了，缺货那就是我们的天下啦。五谷分呢还是不开。最后看来手里一手黑啊，一手黑。那么五谷分呢主要这个时候选择开了，决斗压起来，最后的话一手黑杀，一手黑杀。五谷分脚直接结束。取之不绝。还以为我已经不再年轻了。一计再连一计。哦，刚才那一局是刚才这一局啊，凶小的别走哈，二六区玩家，嘿嘿，这个 ID 印象很深。下一局，下一局有九区玩家塔地奶，你够不啊？又是这个这个玩家。那么这边的话是连环围啊，主要身处一号位。那么骑手的话一杀一无懈，防御还可以。那么续一张远枪，两张装备、还行吧，一般偏上的一个开局。有点无懈保一下。那么后面的话这是万箭齐发，还有两张南蛮，二号位直接开出了一张 AOE 啊，先标一个飞舞。那边的话万箭齐发紧随其后联动。那么常人的话感觉魏国应该来说不多了，南蛮入侵打出来，主次要的话这一下出杀就行。猛货背锅，杀一刀。哎，这个时候啊老板的话可能会稍微啊招一下嘲讽，哎，这个借刀也没有去打明的老板，而是打了一下暗将，冰凉村上空的下家。借刀呢也没有借司马，难道是一个四杰大壮汉卫，对吧？调戏一个坑曹老板坑属相没有问题。失礼了。貂蝉这里的话，他我觉得啊这里状态其实不好啊，也没有出主将的吕布，对吧？这里的话又跳飞拳，应该来说啊也就魏熟魏将更可能性更高，但是这一局魏将啊都是不卖血，都不卖血。那边的话又骚南蛮，那主角继续掉血，现在当然有一个我们姬老师在这续啊，从目前的状态可能啊会是一个最后是假话语，这一个乱舞略有吗？谁敢留你到无尽。这里甲鱼打得不好啊，这么一个节奏带的，你就关键你自己已经空城了，对吧？给他人做嫁衣啊。那么这是一波小鼠，你看到啊，一代老国拆桥最后拆了一下离线，拆完就跑，哪怕只有一线生计关心我也不会放弃。连环围拿铁锁，那么有一个知己知彼的话是选择铁锁出去啊，铁锁出去，最后锁上队友，杀队友是最骚的哈，杀队友是最骚的。既然场上已经有了这么多一血，那我就索性反正不要这一张了，对吧？最后的话就是挨个突破，一排两排到手，三排收益，最后六号位不出意外的话有可能还是魏家。主公要这个狗货。那么最后的话这样搜索连环再来一波，姬老师现场教学，对吧？虽然不是自爆但是依然打出了不错的一波。那好，我最后竟然是个群雄啊，这一打得太呵呵了。最后的话这边二兵应该来说比较轻松了哈，玄德公，对吧？天文地理丞相所教，我要你主将出 来。最后一刀九杀，这菜鸡啊都没有机会。所以啊他刚才这个乱舞呢感觉就是打工性质。上一敌可怜其百。解锁啊，这个我们捡漏局。下一局由四五区玩家大道一只毛提供的素材。主角还是姬老四啊，那么这边的话加上一个猎弓强重流。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强劲的。身处一号位，骑手俩射手，这个就太具有诱惑性了。一碰碰到甲鱼，南蛮入侵炸出来，最后的话，这个红射手出不出？嘿，忍着没有出了。好吧，那么那边的话，知己知彼，看一下下家。跳牌，搜索连环，破拆。刺客三号位有点惨，但是没能这个最后反戈一击。
明智之风看了一下三号位，当然这个的话众将死战应该是飞去了。如果说甲鱼想利用他这个装身份，三号位估计就不动了。但是冲着这个出完牌啊，会不会是狗货？不可能啊，四喜人真也不可能，对吧？这个飞拳啊，这是啥呢？好老板气啊。好吧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直接大位又做大，那么瞬间由五号位这一个点和甲鱼这两个点啊，利用三间去拍甲鱼好评，桃子捞起飞位。休叫天下人负我，掉血，然后的话直接啊去接到他人。仿佛心若轻云，如手提，又善于千里袭人。别紧张，有龙珠啊，那个铁锁的，好吧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还是魏将啊，小占优势一把。但是华佗一出来之后呢，甲鱼有了生命的空间。因为刚才曹丕呢是保了一下原地，但是可能这甲鱼哎可以啊，双头打在其实选的对象啊有点问题，是吧？那么曹丕最后没有翻主视角这一点，而是选择翻队友，想要一步啊翻面过牌，导致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自己也死了，队友还被翻的，这总不可取。但吕布呢他牌也多啊，主视角来出来干活了啊，旁边有啥就不多说了啊，就不多说了。姬老师的最爱啊，配合铁锁使用邓甲鱼。当然锁甲鱼这个是骚骚的，九火骚一刀。那么直接一刀的话，五人十血呀，五人十血。当然我们不期望啊，希望暗将那边千万别是队友。当壳。中箭了，这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，关键这一带的话拿到跟甲鱼的单挑啊，最后还来了弩，哈哈，大弩伺候。五分灯，五分灯的话拿桃园呗，最后吃桃伤一敌，可怜几百杀，还有桃。那么最后统统连起来吧，续报好评啊，这一乐啊，你手里没有杀，这个过山呢续着打，等到他弃光的时候，你到时候啊杀就百发百中了。当然这个时候嘿嘿，要直接浪一刀九杀了，反正你有本事啊闪掉我还有一杀，没有去过铲，这个没有问题、啊、可怜几百。又是铁锁姬老师啊，下一局由二六区玩家尔等不配膜拜提供的素材。这一局的话是我们主视角的话祝融还有蒙护，哎呦这是老公算什么啊，任他啊绿遍东南西北中，对吧，五湖四海，这四大洋啊、嗯、来吧看一看这一局，一号二号位顺手，一号位盲狙一下七号位，然后来个冰凉寸断啊，最后这边还是一个三血不卖，嘿嘿，尴尬啊，尴尬，被教主碰到了，就是主视角的话直接啊捞一下，但是呢人家一个南蛮炸出来之后的话还挂起了肯甲，这个也有可能未甲，最后的话人家一九，但是看看教主有没有距离，那二号位可能还是要积极，哎碰了一下一号位，一号位由于开局盲狙啊可能偏位一点，教主呢也没有说啊直接想收二号位，上下无将啊顺我们一刀万箭齐发打一下，那教主估计要有雷击了吧，主公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离开的是一个啊哦吼、嗯、那像这边啊终于收到一波人头之后呢可能不会出杀，选择啊去克击一波，因为这个时候啊感觉他这么多牌，觉得他出杀损失太大了，而且还有那么多暗将，这一局位将确实不太多啊，二号位也是位啊，一号位的话三血不卖，本来说的可能偏位一点。那么主视角这里的话有四牌在手，囤着南蛮啊，囤着南蛮托管中，羡慕吧，貂蝉托管的话就是战略托管了，对吧，反正目前啊各家出一个，当然貂蝉那边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锁锁连环来了，嘿嘿，解锁。那么主视角赶紧啊这个时候取消托管了，因为节奏带起来，江东小霸王孙伯符，孙笨的话乐不思蜀贴一下教主，最后呢杀一刀我们姬老师，那么这一局同样啊姬老师没能打出输出，但是留下了一波丰硕的财产啊，
痛苦吧，在仇与恨的地狱中。留得青山在，来吧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南蛮入侵，扫一下。笨笨教主，萌萌的，哈，南蛮入侵。嗯，凤雏岂能消亡？消亡。九，火烧一道啊。对吧，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一样了，一刀铁锁哈，八血带出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一个小鼠屋哈，竟然拿到了一个不错的局面。哎呦，这个一下家这里有个老板啊，让他还能回个血。最后呢过一下牌，他直接收到孙笨。收到孙笨的话，也就是说就是，但是这个调戏有点问题了，这个调戏有点问题了。你其实这里的话调戏啊，感觉还不如让蜀江收了这个人头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，相当于本来女魔还能跟你同一条战线去打，但是你最后啊，却这样去，这不是坑自己吗？坑自己。那最后的话，也就是我们刚才一个铁锁之后啊，要然这一个打得不好，羡慕吧？空一个无将带一个人头没能带到啊，去一个想调戏把他控住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宁可送蜀将两张牌，你都不能让周瑜啊形成一波吊牌啊。伤一敌，可怜其百。嗯，尝尝我飞刀的厉害。有点看啊，有点看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边基本就我们一个垃圾时间了。儿子，为爹报仇啊！啊，蜀将的局就这样了。嗯。今天的话，最近啊，国战娱乐里面魏将出的不多啊。下一局，还有两局啊，魏将，请跟大家吧。这一局的话是由宁如碧4399玩家提供的素材，主角的话郭嘉加曹老板。操你好吗？操你好吗？操加你好吗？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万箭齐发，来，万箭齐发。好，你好吗？蜥蜴不？那么主视角啊，这一欧，这一欧，知天意，黑秋全不见了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姜维师徒啊，但是没有那个去实牌关系啊，稍微呵呵啊。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继续来一步啊。那么这里的话有桃来抖起来，好梦中杀人。那么这么一个开局的话，当然还有一桃，有意无懈一闪，应该来说还能防住。然而这个时候出了大嘴，那么主视角的话有三张牌可以防御啊，桃闪无懈，对吧？全都去，其他人就看命了。那我们看看先是用桃求救还是直接出闪呢？你先逃吧，因为这里的话旁边有距离了，防一个九杀还是怎么地？罢了，主要还是掉血啊，还是掉血。宁叫我负天下人。一记的话拿到一张无懈还可以，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准备放弃命啊，对吧？加一秒，时针滴答滴答滴转，来吧。最后的话一波空断肠。文姬儿起舞啊，对吧？那么最后的话就给主视角一波，嘿嘿哈，没有闪的教主很可怜啊，太惨了。那么文姬儿一波起舞，大嘴就激光牌，主视角的话就直接拿到最后的一波打工胜利啊，最佳打工。将星陨落，飞哥了解一切啊，难为打工不需要成本，打工只需要扔牌，顺手还有一张神桃。那这样的话先收一个大嘴哈，防止暗将有个队友。那三号位他还敢救古河车桥，来一下火攻烧一下，救你了，哈哈，救你了，对吧？让你了。儿子，为爹报仇。还有全雄啊，还有全雄。那么最后的话这支笔确没有确认下架啊，先收人头，最后跟一号位单挑。当然主持人已经满血回复去单挑了，不虚的。结果呢还是个队友，你让大嘴情何以堪，死的都是群雄，活的都是魏将，这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个心中如是想。好，最后一局谢幕局啊，给大家。这一局的话是由宁宁洛啊四五局玩家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的话李点加许褚一个日常
来起步价组合，哈哈，起步价组合起手就有大弩啊，我们不需要裤裆拱起来，对吧？以德报怨，带枪入营的男人。那么这里的话，肯定啊，主视角自然有了粘土之后呢，希望啊去卖一个血，刷一下牌。那么孙笨他应抬头一下啊，应抬头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旺系走一波，但是啊，我们想要的杀牌却没有，这个是比较坑爹的。当然啊，如果防一刀九杀的话，可以先吃桃，然后过。看来说错了啊，看来说错了，这里看来还是留桃更正确啊。如果是留闪的话，恐怕就尖儿贵了啊，尖儿断了。然后这样的话又 K 牌 K 到一张九，最后呢又有南蛮。冤冤相报，破。何时能要想富，先脱裤，裤一脱啊，发家致富啊。咱们来吧，这里先是南蛮啊 ，K 牌都扎到队友一记走一波。冤冤相报。那后面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的套路了，对吧？起步价，还有铁锁啊，还有铁锁，国宅墙，您再来顺手，这样的话，他这一个藤甲恐怕要啊。但是主角没有用火杀、啊，还是用了一刀雷杀试试水，哎，还是有闪的，火杀一刀。孙伯符，最终的话还是要带走啊！起步价量，这是三个桃了，这个起步价啊，趁火打劫了。主视角这边啊，拿了一张决斗，其实拿杀可以吧，拿杀可以，冤冤相报，但是也不好打国家。这个时候你如果手里有一桃倒是可以啊，动一动国家。那么这边的话先撸大桥决斗，最终还是贵了。后面挨个啊，起步价的故事顺手撸一下，女布还被无懈，最后的话你要作妖，我一刀带飞你啊，起步价对吧，大哥，两个众谋愧意。来起步价求桃，如果连环拿队友开刀，这样的话队友有桃又忘记刷牌，结果那都是闪，三国闪的游戏。这游戏叫三国闪，最后的话直接依靠铁锁带走了一个教主，好评啊。怠慢之处还往包海，还是有闪的，你要是直接突他的话尴尬啊，尴尬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话这一波啊，国战娱乐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。整体呢大嘴的出镜率啊相当之高了，对吧？其他呢铁锁的局也比较多，然后感觉不错，第一局最后一局，然后各种铁锁局啊，应该看的还是比较爽的。我大嘴啊大很少，大嘴有点抢镜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局就到这里，最后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